鹿晗熟悉朴炯植主演的新剧《单恋原声带》近日举办了发布会，男帅女美的同框画面很是养眼。在剧中，因为饰演认识超过20年的青梅竹马，得换上高中校服的这件事是让他们有些难为情。교복을입었을때약간학생처럼보이는나이가있잖아요네근데이번에입었을때는약간그럴나이는지났구나이제에이아닙니다지금근데사실그건아니었어아니잘어울렸어네약간교복을입었다기보단교복처럼디자인된옷을입었다아겸손하십니다확실히이제소유씨는입었는데정말뭐고등학생처럼보이더라고요그래서네야넌좋겠다이제이러고있는데저는야이거큰일났는데그래서교복은아직입으면안될것같아요아유종종입으시잖아요전작에서도입었고이번에도입었는데 네많이입으셨잖아요자신감있게입고있습니다아根本专业校服户的两位真的是太谦虚啦而在剧中饰演摄影师的朴炯植除了表示摄影需要天分之外还大赞对手韩韶熙的美貌워낙이쁘셔가지고사실어떻게찍어도잘나와서되게편했던기억이있어요어떻게든이상하게한번찍어보려고막이렇게아이상하게찍어보려고무방비상태일때제가막자꾸셔터를눌렀거든요그래서한번엽기사진을한번제가구해보자이래가지고찍었는데빈틈이없죠빈틈이없더라고요현장에올때부터이미그런좀준비를하고오나봐요눈도안나에게무방비란없다所以朴炯植不管挑战几次，照片里的韩韶熙都是美到一个不行啦。